夜捞飞鱼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飞鱼？我真的唯一看到就是我们坐船来的时候，很远的看到一小只刚好这样飞。嗯，没看过正在飞的鱼。它们会飞蛮长的距离的。对。然后我们这次就要坐我们这个大洋号，然后出发去做抓飞鱼，而且很多的游客都推荐说这个行程是一定要来的，一定要体验。然后也听说一定会吐。自求多福，不能拖累他们，他们真的是做生意的，真的是在工作。抓一些回来。他们在做生意，他们做我们的生意。毕业了，我以为真的是捞。丰田目标是抓几个？1000。1000太多了吧？太多了。100。好，我希望看到很多满满的画面，可以呈现给大家，感受一下。丰收啦！传统兰屿的这个飞鱼季。哦，我们要上船了，我们要上船了。上船了，炸！走了。嗨嗨嗨，你们有两个同行的。你好，你从哪边来？我们都是台中人。我也是台中人。我也是台中人。真的吗？他是假的。嗨，船长你好。你好。那今天会大概会抓多少条？不知道。通常一般不知道几天有没有飞鱼。哦，不知道。运气。看运气。假如说没有飞鱼，就是跑。哦，会不会到菲律宾？有可能。你们也算是我们飞鱼季的尾声了。真的哦，太美了。差不多这几天就结束了。大家加油啊！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来，一起，1、2、3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等一下，用我们艺人的这个光芒，对，吸引很多鱼。真的，但通常都是会成功那一人，这种时候会捕到超多，或者是捕到很厉害的。先不要讲这种话，到时候没错。会不会等下不小心躲拉捕超多的，代表他接下来要大红，就受到飞鱼的感召。对，最极致是那个飞鱼往你的身上打，对，发光体啊，直接打到。其实也有机会会跳起来。然后以后这边有一个伤疤，对，有没有？就是像以前时尚玩家录影，飞鱼弄的伤。听到已经慢慢降下来，好像有了，抓，来，准备好你的武器，上钩了，哎呦，这边就开始不要开玩笑哦，对啊，不要嘻嘻哈哈了哦，喂，全集中啊，没有要捡的，真是，完了，你以为近海啊？我现在好兴奋哦，对，怎么办？如果有金鱼的话更爽。后天，它好长哦，100只。换一个。有了，有看到一只。太快了吧？怎么可能捞得到？太快了，太快了呀！后面应该要第二次喽。后面姿势变了，姿势变了。不要点名来了，船长要到了，船长要到了。哦。是，恭喜！好漂亮哦，本人！哇，真的是银牌上的哎！哇，好酷哦！好美哦，本人！蝴蝶哦！赶快捞啊！来！过来受死吧！你们过来，我会帮你们超度念南无阿弥陀佛的。为什么？他刚刚捞到了，就在你们没注意的时候。你们在干嘛？这里。你们在干嘛？威廉哥，后看，威廉哥，啊！再一件，没有，不要乱讲啊！好紧张哦！你打！有捞到吗？不是，没有捞到，他只是冲过来撞我，我逃回去了。巨星，有拍到吗？没有啊。你要再忍一下，对，因为你挡住了。他是自己被击倒，自己击倒。这个。哎，可以哦。没有。我抓到，我拉到，我拉到。
太假太假了啦，两只手哦，找一只手，太假了，太假了，原本的，应该是运气啦。现在变成抓到一只就结束的比赛，抓到一只就啊，我抓到飞鱼了。谢谢你一直制造一个画面，超五遍，谢谢你的付出，总不能空画面吧？有啊，有好多种的飞鱼，很敬业。所以你可能要祈祷一下，阿公，给我一点力量呗，你想，下次不厉害呢？我好久不见，你们仨。台湾の蘭湯に、蘭湯でどこにいてさ、この飛び魚を捕まえてんのね。在抓鱼。それで今結構時間経ってるけど一匹も釣れてない状態だから。因为现在一只鱼都没有。やっぱ釣れるようにちょっと手伝ってほしいな、じいちゃん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那我们抓到一只吧，拜托你了。太强了。好紧张，好厉害，同步翻译啊。我们也在听你的。我在跟阿公聊天。啊，后面有那个，那叫小狗，那没事。抓到了！抓到了！抓到100只的其中一只，哎，跟阿公讲完有用啊，真的。阿里阿多吉家，一讲他真的是就来了，哎。我吉家，你跟他讲什么日语啊？讲台语吧你，讲广东话跟你爸爸讲。哎，录了30分钟整，终于抓到一只，一只，回家啦！哇，来叫你啊啦！这才是开始，刚开始而已。通常都是这样子。老妹，我们要两只鸡，阿伯更像戏哦。阿妈，耶，好爽哦！抓到，好兴奋。正照。好大，好大，好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礼物，生日礼物，抓到了。好大好大的，超大的，对，超大超帅，超猛超猛，最大的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好滚！你走开！可惜可惜。啊，好开心啊！大丰收，大丰收，大丰收！我总共抓到几只？5只。你抓到几只？0只。我抓到0只，你抓1只。哇，大赢家，大赢家！你看，总共有2、4、6，6只。来来来，封片，拿一只拿起来。哎呦，还活着，还活着，还活着，活着！来，给他拍照。飞鱼。抓到了！来，丰田，我帮你拍。你长得好奇怪哦。对啊，你的头发。但即使不管有没有抓到，就是那个过程很好玩。体验啊。有在飞的样子啊，或者是快要抓到那个，好玩啊。现场就是看到这种。是是是，就因为你有抓到，所以你觉得很好玩。我还被那个撞击耶。对啊，你有被飞鱼撞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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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哦，飞很高，回来了，躲了有机会，躲了，再伸下去，啊！等一下，有一只哎，突然飞过来，来了，喂，你看有机会了，不急。哇操！有，抓到，快回去！各位，
感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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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谢谢船长送给我抽到两第二次啦，小资的。这边好嗨哦，来了，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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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，哇，跑掉了，还有，哇哇，跑走，哎，他好安静，死掉了，波尼又抓到了，死掉了，第三只，来了，安静的，波尼三只了，耶、yeah, ，这是第二次的 Andy。为什么？刚刚第一只 ending 风田只抓到一只，对，然后都没有抓到，然后刚刚后面突然间多了很多只，你又抓了三四只，总共3只，3只，然后我们在前面也碰到好几次，碰着船长来了，我们威廉哥哥抓到一只，对，刚刚我们数是6只，竟然是我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，哇，直接 double 了，整整多了一倍多，哎，对，老。就跑到一个对的地方就会很多，好好玩哦，嗯，好好玩，对，想再多待一个小时。抓3只满意吗？3只满意，都是靠自己的实力。怎样？你在讽刺我们呢？讽刺他。没错，很棒，很棒。这边酸了。OK 了，好了，赞了，爽了，分享给你们。好，来，好特别的体验，一定要记得来玩。美食资讯随摇随到，新功能独家优惠卡，让你吃到玩到买到 CP 值最高，还能整集重看挑名店好物哦！时尚玩家 APP 赶快下载哦！